看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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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，乖乖，进来，马桶。我叫你没，你怎么老不听指令啊？你脸大呀？哎呀，个星球过来！你看啊，他们几个狗，我让他一进，他们全部进来了，全部进来了。马桶这货嘞，不听口令，人家一叫都进屋了，这家伙打死不进屋，你进不进？马桶，我叫你进屋呢，我叫你进屋，你听见没？啊，你任性的很呢，你啊，啊，你现在就是不听指令，是不是啊？就不听指令，对不对？你给我走，我说走，必须把你拉屋，呀，咪的，走进屋。马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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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什么老不听话？我就问问你，你想咋的？你疯了？你都那么自我呀？现在又不是让你拉雪橇的，又不是让你什么规划路线、规避险情的，你需要那么自我吗？你现在咬我干啥？你现在就需要听指令、听话就行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啊？嫌你能干呀？嫌你有能耐呀？嫌你牛气哄哄啊？咋的啊？那么多狗肉堆小黄他们一个个的全部听话，到你这儿你就不牛掰的啥也不说了？我说你没走，进去，进去，马桶，马桶，你说你自己不听话，你还把他们一个个的全部带跑偏了啊？本来他们都挺听话的啊，是不是？让往屋就往屋了，就因为你，就因为你给我走，走，走，马桶。走走走，回屋回屋回屋，走！呀呀，马桶，你再给我跑！脸大是不是？你再给我跑！走！惯你的，天天把你惯的毛病那么多，听话！马桶，我跟你说，我不骗你，你进屋之后呢，我喂你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再给你找个女朋友，给你找个媳妇儿，好不好？走走走走走，马桶，马桶，马桶。马桶，带着他们回屋，打扫卫生呢，赶紧带着他们回屋。我说你们耶，你看你们几个，你看你们几个，丢丢，你看你师傅，疯了，是不是疯了一个个的？走，全部回屋。哎妈呀，哎妈呀，哎呀，我那个亲娘嘞！丢丢，小黑、小黄、肉墩进屋，过来！你看他们几个，那真是令行禁止啊！你看，对不对？分分钟进屋了。马桶，你干啥呢？赶紧，他们都进屋了，就等你呢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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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乖乖，你看，你看，你慢一点，摔得不疼吗？疼不疼？我听的声音都疼，我过来看看。摔着了没有？摔着没有？我看看，别动。你别动，我看看你摔着没？我看你摔着没？脚有事没？肚子有事没事？哎，小丫走，给我往屋走，走，走，走。你走不走？你走不走？走不走你？走了，赶紧，听话，你俩别跟他打了，好不好？走。哎妈呀，我真服了，想干啥呀？呜啥呜？听话，走，进屋。我是不是说你？我说你没？你看你把肉堆带着，本来他都进屋了，快进去打扫卫生的，快点。你怎么就那么不听话呢？你怎么那么调皮呢？你哦，藏起来，不要他了，肉墩走，咱进屋，不要他了，走，肉墩进。真是，那是个啥狗？那是个啥东西啊？进，好，你信不信？进不进？走，我不信我还弄不进你了，走。你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你要跟我打架？去球吧，我不管了，弄不住了，让大黄弄吧。他们不怕我，现在我在他们心中现在没威信。
气死了。